是老表，教教你呢，奋战了一夜奋战了十来天哦。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，希望今天呢打个180斤，鲍鱼敲个200-300斤，我们就大丰收，今晚上连夜就赶回岛上了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一下，准备工作，就准备出发了。哦哟，这里浪大哦。今天第一条旗袍，
小心。准备下水了吗？下水大吉。现在相机出了问题，没拍到。这么小的海胆干嘛？当然我不敢抓。啊，刺这么长呢，你让我用手去抓？啊，没事，那么小的。
很大很大那种哦。那吃这么长，那不是那种啊，那种很大很大的。就吃短短那种还是怎么样？对，吃短短。那种很小的呢？哎呀，我看那个水里有这么大。很小的。这边有，要不然去这边吧，鲍鱼也不翘足。大的有啊，那我吃长长的、啊。今晚呢，吃这个流口水套餐了、哦，鲍鱼，非常亮，这个塔罗非常大，这个海胆非常大，鲍鱼，你切完了，全部再摆上去。鲍鱼非常亮，今晚这顿真是丰富啊。一般人你吃得起这种东西的 啊还有这个我打的这个黄鸡啊，大家峰哥的小姨，哎呀这乖的老老的，哎赶紧吃香哦，今天啊搞点特别的哦，这乖的，这些的话骨头方面呢，等一下就用来煲汤、哦、一点也不能浪费的，这一块的。今天就简简单单搞，搞点这个气香啊，非常亮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再弄。这是我煮的白米饭哦。那 OK。米饭配海鲜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搞点酱油去。我的碗。先搞一个这个气香来尝尝鲜哦。我的身体呢？非常亮的哦。放在哪里？放这里。哦哟，这是我们的桌子。现在呢，我来尝一下峰哥切的这个黄鸡一片了、哦，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这个鱼肉白白嫩嫩，蘸一下这个独家秘料。嗯，这个鱼肉的话非常的肥美，入口即化，哎呦非常的甜啊，一块是肯定是不够的。嗯，来了吗？哇、哦、爽啊，嗯，哎呦，都是了，都是了。好了，起锅，起锅，又有汤，又有面，又有鱼，又有鲍鱼。OK。这种生活差劲，今天没收入。这种东西是说有收入吃得到啊？对。嗯。你今天挣到钱了，我一分钱都没挣到。